分成一份一份一份，所以他每次要出门，人家都会问他你要去哪里。一开始说山上，讲久了以后，大家都知道他又带那九份东西上去那边，所以那边九份的地才由这边叫什么九份。红灯区听得懂吗？红灯区你们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？酒店吗？不是，就是找女人的地方。OK， 你们都装得很清纯哦。